其实你一句话就暴露你所有的想法，因为他比我强。我们要说的最简单的一点就是，生活不要犹豫，你应该最清楚你要什么样的男人，这个男人是还是不是。生活原本没有依靠，生活能靠的只有自己。爱情是平等的，似乎通过爱情和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最后你会发现，都是一场空。所以，你们各自要做的事情。 都是按照自己曾经的想法努力的去生活，让自己变好，其他你们自己选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做了一切都是爱你的，关心你的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为你改变这一切。 你每一次吵架就总说你会改变，说什么你都是你的错，但是我在你身上一点希望也看不到，而且每一次你都是这样说，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敢再相信，你还是会不会去改变？我真的不敢相信了，我觉得考虑吧。我还愿意为你去改变一切了。我真的不敢再相信你了，我觉得。 只要你给我这一次机会，真的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了。请亮灯啊！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我们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。 请开门。来，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没什么话要说了。啊，回去好好的把自己的宠物店开好。可以，好吗？谢谢。加油哈！谢谢，请回。啊，请回。我忽略自己，就一。